3年前的事还记得吗？经验就为了少，你这个仁者之见怎么也会接受萧鹏之交，与朝廷作对呢？我来此地与萧鹏无关，他只不过是告诉了我你的下落。哼，今天可是我8年来梦寐以求的决斗时刻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死心眼？8年前你我剑锋对手不分上下，我心有不甘，活着寝食难安，死了也难以免。其实8年前是我输了，你走的是仁者之道，我走的是杀者之路，居然能够不分上下，那当然是我输了。你不必自谦，依我看只有赢者胜，输者死。天下百姓明白我北派第一剑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第一剑。那只有舍命为君子。就是这一招，想不到你金燕子，我的剑法不再是仁者之剑。仁者之剑才是天下无敌的剑法，果然改走修剑的路子，是你，是我。和你决斗，少爷，希望你能恢复仁者之剑的美名，多做些报效国家的事情。
阿良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阿良，我在这等了你好几天了，总算等到你了。阿良，你看着你，都不像个人样了，叫谁看见你，谁都不会相信你就是过去的阿良啊。 千万不能进枫林渡，我在这等了你好几天，就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些。你要是进了枫林渡，你就会被杀的，你千万不能进去呀！我来枫林渡，只是要办一件事情而已。阿玲，你快走吧，你不要报仇了。 你进枫林渡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我来枫林渡不是为报仇，真的。阿玲，你骗我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满脸是杀气，你心中的仇恨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回来报仇的。 阿良啊，你快走吧，萧鹏他不会放过你的呀。阿良，过去的事就算了吧。出卖你的人，在你离开枫林渡的第二天就被雷打死了。 小梅也嫁给了肖鹏，可是，在他们结婚的那时候，那新房无缘无故的就被火烧了。阿良，就算你忘不了小梅吧，可是也已经是18年了，小梅的女儿秀秀都18岁了呀。艾玛，你不要说。 我在十佳关了18年，什么仇，什么恨都没有了。阿良，这是我这几年唯一的积蓄，你带着他走吧，阿良，我求求你，你带着他走吧，我求求你，你走得越远越好，阿良。 要叫我谢你救你之恩是吧？不是，是我要谢你。好，那我们算扯平了，因为你是金燕子，不比常人。何况，又是你自找。不管你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领情，因为我不把你当做朋友。 奶妈说她住在此地，怎么不见人呢？
是。不用怕，我是好人。你是萧大少，你叫小梅，你是来找董良的，是不是？他大概这个时候已经到凤林渡了。慢着，你和董良十八年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，我也劝过董良，叫他不要去找你，免得惹祸在身。可是这个人很怪，他不听我的劝告。你一直都跟他在一起？我们只是巧遇，现在又分开了。你就是金燕子金大侠？太爱，我的女儿是被你打伤的，很抱歉。你的女儿仗势欺人，我是不得已才出的手。也许你们都惹上麻烦了，你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吧。我是不会走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对于萧鹏江湖上声望和武技，我知道得很清楚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你跟萧鹏也有仇？我跟所有危害朝廷的人都有仇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对于你丈夫的事情，所作所为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。你要是有良知的话，你应该劝劝他，不要执迷不悟。江湖上恩恩怨怨的事永无止境，你又何必再结冤呢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结怨的。就算是离开十八年的董良，也不会跟萧鹏结仇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相信董良？他虽然很怪，但是我发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不，他一定变了。十八年前的他却是敦厚善良的人，可是十八年后的今天，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。我今天来看他，就是为了要劝他消除仇恨，忘记过去，重新做人，早早的离开此地，去过平静的日子。不然，我会终身难忘。他的遭遇也不是你的错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他一辈子，我对不起他，我没有勇气，我懦弱。天哪，十八年都过去了，为什么到现在又来折磨？难道说这就是报应吗？没想到惹起你那么伤心。天色已经晚了，你回去吧。如果我捡到董良，我会劝他，叫他早日离开这儿。
欢迎欢迎。客官是打尖呢还是住店呢？住店。住店，请到上房。客官请。快快坐。没有我的不准，不准再打搅。好。哎，各位客官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客官，您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呢？也打尖，也住店。有上房没有？有，上房多得很呢、啊。有几位客人？现在是有四位。加上各位在一起呢，一共是十位。我们这店里宽敞得很啊，叫他们走。这个今天呢，这个店我包了，银子嘛少不了你啊。这不行啊，这把笔墨拿来，快点儿。这是十两银子，够了吧？这客官，这算什么呀？这怎么怕换不到钱是怎么着？告诉你，我们京都尉开出来的银票，你只管到县太爷那去换，一个蹦子儿也少不了你。把客人轰走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啊。张林，快！张林，我看这儿的房子还算宽敞，何苦强人所难，砸了人家的生意。好了好了，你少废话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个囚犯，又不是当代的什么大将军，现在什么事你都得听我的。你怎么可以把我当囚犯看？我只不过是一时被人陷害，到了京城以后，相爷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怎么，你想到相爷那证明你的清白？他不杀了你就算不错，我看你呀，死了还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死的呢。你不要信口雌黄。你知道我们京都尉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没听过什么京都尉。我们是新成立的一个秘密机构，直属相爷府，专替相爷除眼中钉的。难道我会是相爷的眼中钉？不错，你手里有不利相爷的把柄，所以我要杀害你，斩草除根。想不到相爷竟是如此的阴险奸诈。你是聪明人，赶紧把证据交出来，免得受苦受难。哼，快把证据交出来，要不然萧鹏来了，你可有的是罪受啊。哼，魏某但有一口气在，绝不与权奸妥协。哼，你拿了这个去另外找客栈住，不要年轻气盛，免得
他们这些人都不是好惹的。我不要你赔钱，我只是要讲讲道理。欺压良民，这算什么呢？如果我身为旧职，我一定不许部署有这种不法情绪。所以，可是我现在身为囚犯，无能为力，只有用这个表示我的歉意。你拿去。阁下气宇不凡，下面是身有要职，不知道您犯的是什么罪？嗨，我告诉你，少管闲事，他是朝廷的要犯，你给我滚！你还是快点走吧，不然会惹得杀身之祸。笑话，我金燕子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杀身之祸。金燕子，哦，原来是燕姑娘，这个小的不知道，多有得罪，望您恕罪。你不敢当。小的实在是不知道是燕姑娘，我要是知道是您，我说什么也不敢得罪您啊，您说是不是？那么说，要不是我金燕子的话，刚才的打就是应该的了。这个不是，您多多的原谅啊，燕姑娘。那么你说该怎么个赔法？燕姑娘，您说怎么赔我就怎么赔。好，刚才你划了我一刀，我就要划回你一刀。刚才你打我一下，我就要打回你一下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燕姑娘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嗯，很公平。是什么人能给我做主？我这个人从来就看不惯仗势欺人的事情。原来是北派第一剑邵大侠。哦，就是他欺负我，你能给我做主吗？金燕子，我能做得了主吗？要看你怎么个做法了。刚才的事情我全都看见，祸由你起，你应该照金燕子的吩咐去做。少龙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尊敬你北派第一剑，并不是怕你。那么说，你是要多找一个敌人呢？告诉你，我京都尉多一个敌人也不在乎。这么说，风林渡的萧鹏也是你的敌人吗？啊，萧爷。哼，你要是得罪了萧鹏，就休想过得了风林渡。好，你敢跟我去见萧爷吗？走。慢着，我们的事还没有了呢。见了萧爷再说。走。你想溜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们的事赶快解决，我和金燕子还要一分高下。邵大侠，我们还要分胜负吗？不错，不过这一次我不再用人中藏沙的剑法，我要恢复仁者之剑。仁者之剑，天下无敌。我认输了。不行，明天一早我在枫林坡等你。告辞。怎么样，我们的事也要解决一下吧。那
你说个价钱好。50两银子，我还赔得起。500两，5000两，5万两。什么？就凭你这个头巾，要5万两银子？我说的是真的。燕姑娘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告诉我，你是受谁之托来救大将军的？不必任何人请托，我也要把大将军救走。你为什么要救大将军？因为他是一代忠良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别想把大将军救走，除非是一具尸体。我呢，不管是死活，回去也好交差。那你也少看我金燕子。今天我要是不把魏大将军救走，我就不是金燕子。啊，你会妖术，会五鬼翻云大法呀你。你们要是要找回大将军的话，你回去通知萧鹏医生，请他到这儿来一次。走，快去找萧爷，走。我刚才听到他们的谈话。啊？我对你刚才的做法非常钦佩。锄奸报国，应该是每个人的责任。怎么，今天哑巴开口了？你责怪我，我接受。18年的牢狱之灾，使我变得非常孤僻，请原谅我。我没有责怪你，只是你说那么多话，我很高兴。凤林渡是我由小长大的地方，也使我留下非常好的记忆。我知道我这一次不应该回来，我并不珍惜我自己的生命，可是却伤了一个人的心。哦，我见到小梅了。哦，你真的认识他们？不是，是巧遇，他是来找你的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是他害你，他很伤心，他要我劝你早日离开这儿，不要再寻手了。老早已经淡了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见他一面。你要是真的珍惜这一段感情的话，你就让小梅过着平静的日子，赶快离开这儿吧。你不懂，我一定要见他。我一定要见他一面，我才离开此地。
见了，你病得好厉害啊！不要紧，看到你什么都不要紧。你病多久了？多亏这个病，要不然我这个死囚犯还关在牢里，他们就不会放过我，我也不能回来看你。 我去，都不必再提了。我的事业，你的苦难，都已成过去。阿良，你走吧，好好的去养病。好，我在这个走，我能接纳你，我什么怨由都没有。 娘，爹说你忘不了他，果然不错。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绝不会相信。 你果然是他的帮手。我陆建不平叫唤，他这一身悲惨命运都是你造成的。你要散还他，不偿还又怎么样？那我就得动手。豆娘，既然你把我看着朋友，我就得替你报仇。 虽然你病入膏肓，但是害你浪迹天涯，不能回到故乡和你亲爱的人在一起，是他造成的，不能放过他。金燕子，那我们就另行约期决斗。秀秀，走。 Thank you.
大将军让金燕子给救走了呀？没用，这么多人，连个姑娘都挡不住。这个金燕子，他会妖术啊？什么妖术？是啊。什么妖术？说。是。这个金燕子说他是来救大将军的，就这一眨眼儿。 灯就灭了，我赶紧就着火把灯给点着了，这大将军就不在了呀。当时金燕子就坐在您这个位置，她连动都没动啊。你是说灯火突然熄灭？是啊。大将军忽然失踪了？对呀。当时店里还有没有什么人？店里什么客人都没有了。什么人都没有了？对呀、啊，就剩下店东家跟他那个女儿。赶快给我抓来，一定他们在做内应。是，快，走去。什么话？快说。我看这个店东家跟他这个女儿啊。都是怕事的老百姓，不可能是他们两个呀。哦，对了，一定是从外边进来的。外面我派有人监视着，不可能从外面有内应。而且据你说，灯火突然熄灭，金燕子闻风未动，而大将军突然失踪，店里除了他们父女两个之外，再没有别人。一定是他们俩在做内应，不是他们还是谁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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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这，老头儿，你这时候暗器功夫还不错。暗器？您这是开玩笑了，我也不懂功夫，这懂得什么暗器不暗器的呀？随便用个石头子儿，把灯火打熄，不弄出声响，这不是功夫是什么？大爷，您这说什么呀？我实在听不懂啊！我，沉得住气，小的都不行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放着好好生意不做，要给金燕子做内应，专门和我香某人作对？姓小的，有一句话你还记得吗？什么话？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。住手！慢，我还有话要问。大将军为何失踪？你们就是把我碎尸万段，我也不会说出来。哦，小姑娘，你说不说呀？嘿，小姑娘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在一脸人画个界。你动手啊！慢着，廖武，你除了动剑。你就不能用用脑筋吗？不可能，外边的接应根本没看见大将军出去。那么大将军失踪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上天，一个是入地。上天嘛，他们既非妖魅，当然不会妖法，那只有入地是可能。给我搜索店里，看看会不会有地窖。是是是，走。
少爷，我上去看一看。笨蛋，假如下面有人使用暗器，你小命就完了。啊，对，少爷，我不怕死，我下去瞧瞧。哎，我也不怕死，我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是一群死人呐，下去有什么用？地窖定有出口，就是大将军在下面，此时早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给我带走。是。